魅力固然源于自信，更需要包装。一头秀发总能让人印象深刻，每个女性都希望自己拥有与众不同的一面。这也是我们设计与制造女性时尚假发的动力。我在2012年创办了广州发源美发用品有限公司，用高质量的假发给客户带来个性时尚的造型。整人变滑是衡量假发优劣的一个标准，我们采用女性变滑为原材料，而不是画前滑。油脂的变滑，玻璃片是朝向同一个方向的，而像雨林一样顺着一个方向。